但你都已经付款了。那、啊、你汇钱是汇给虾皮，是不是？哦，就是虾皮开账号，然后再汇给他们喽、哦。这么棒啊！Number one。一集。哎，老公，你充电，屏幕亮。你帮我按掉。没有人，你看它就一直亮着。因为你可以设定啊，设定充电时不会屏幕按掉。或是有什么？8:22地震。那现在是几点？现在是8:44，22分钟前。那也太久了吧？为什么我们没感觉一级太轻了吗？一级跟你不小心。摔倒的感觉是一样吗？摔倒很大耶、欸、摔倒是震动很大才会摔倒九级地震那就是你洗澡出来感觉哎、欸、头晕晕的一样儿子摸摸我们订什么我的包是几单价包、哦、三百的行李又是你的东西总共外事家他都不理我啊真是糟糕真是糟糕啊！怎么没有你的东西？你是说我爹地的、啊？对的，对的，哦。爹地怎么没有东西？你要送他什么？你说我帮你订。我没有要送他。这么伤心。他自己有礼物啊。我有什么礼物？我有什么礼物？你有很多礼物啊。你的礼物都自由挑选呢。凤梨世家的主人就你们说的，他真的很忙，所以他没有注意到我的留言。
所以明天寄出了。啊，你又说他是果农啊，他怎么会有空是去帮你回留言？我不知道。俄罗斯全世界俄罗斯人有玩天然气占很大，天然气吧？啊，对啊。油还好吧？油跟天然气、啊。天然气不是最多的。油就有天然气。对啊，是一并的、啊。油就有天然气。对啊。这么棒！你没有油哪来天然气？他是他付，他是他。有油才有天然气哦。A and B together 的。哦，是哦，不是天然气啊？那台湾不是也有天然气？我是外面来的、啊。不是啊，我是那个地热那个不是不一样。那个不是，那是。那是能源，不是。我们的天然气就是进口了。我们的那些能源都进口，所以不要核能就看着办。所以全球的，他没不要核能，又没有说不要天然气。只有天然气主要都是俄罗斯那一边，所以我们现在连老公。真鲜没有鲑鱼可以吃，我不知道开苏西还有其他的，目前有没有断货？所以美威鲑鱼不卖鲑鱼了吗？我不知道。那也是很酷的。他可能有库存品，而且是像那个真鲜就已经直接公告，他们没有新鲜鲑鱼可供货。啊，他们是自己进的吗？涨到300。你可讲几个？他说不要涨到300，一桶油才没有。他说以前涨到150就已经不得了了，现在要涨到300。现在100，要涨到300。涨到320。我们也没有油电车可以买的啊，因为缺车。车缺电。你不是缺车吗？你要没有气天然气，你也是只能烧煤啊。看来。大家拼命的烧煤来充电，电动来开电动车。那台湾人又爱。钱又拿去买房啊，扣掉了1/2以上的钱在交房，啊，然后另外1/2那是都不用吃饭了，好神奇啊，卖车好了，好神奇啊，走路吗？可以说我不要买房子吗？可以啊。那租房子不用缴税吗？不用啊。哦，租房子是房就是你房东啊，你帮房东缴税。啊，我帮房东缴税，不是啊，房东负责、就是在你的租金里面。嗯，算吧。就是你在帮房东缴税，难怪会那么贵。那你可以只买一台车，然后不要房子，你就可以住在车上。可以啊。这么酷。那你就买一台露营车，你就可以到处跑。那露营车要停哪里啊？露营车不是每天都开到山上，然后就可以开始露营。啊，那开车的这一位先生小姐是要不要工作啊？什么开车的先生小姐？那你要买一块地给你的露营车啊？不用啊，我就是开到山中就不用啊。那我就说他要不要工作啊？山中。什么叫要不要工作？那他如果要工作的话，你叫他在山中，请问他怎么工作？比如说像德德这种要进攻，那你就从山上开下来就好了。山中不是每一块地都是？也没有地耶，你以为？你随便乱停啊？都不行的，而且露营车又很大，你很山上不能乱停哦。很多地方你是上不去的，因为它很重。嗯、这么邪恶。都是私人地哦，山上都是私人地哦，这么酷哦，这就是国有地啊，哪有还有那个没有人的地，有可能吗？没有人的地，你赶快去抢几块来，快点！太赞了吧！一定都是有人的、啊。
所以他说凤梨试驾现在是三月，又要到年底。年底怎么样？才会再出凤梨试驾。你说那个农？嗯，我农夫的。所以他在努力播种。一吃的没听。啊，止痛就已经止痛了，再加强是怎样？全身麻醉啊，就很瞬间吧，我觉得保龄一点没听。吃了就全身麻醉不是吗？吃了全身麻醉，太恐怖了，好爽哦。这么多在卖药。不过话说，虾皮现在店到店这么多，又要全部倒了。不是不是，所以表示使用者有这么多，他才会去做这样子。真的是多太多了，是不是？嗯。多到，原来要注意的店面。对啊，这样子他真的是赚翻嘞。那表示他会合呢，他才会去做这件事。真的是赚翻嘞。然后他又跟那个美人，对啊，老公，我们前几天是去美人社取货的，你知道吗？我没有跟你讲。那美人社有一些，我有注意，他就是美人社有的会挂虾皮店到店，有的没有。美人。然后儿子，我刚刚要讲的是，而且他又都跟 LifePay 合作，像我那一天不是。说我订完凤梨世家，然后你的那个120的本来也要叫你从那个 LINE 那边进去，那、啊、只是因为你的太便宜了，所以也不到钱。这么伤心？对。可是你就是。我要弄牙齿。老娘啊，那个上完厕所啊，灯留着哦，谢谢。留灯啊。谁不喜欢关灯？啊？你不是都不开灯的？对呀。那你是的。那你也是很厉害啦。哦，90%的。可以试飞。结果你换到底下焊的是什么东西？是由新买的、哦？没有，焊的是
你说什么东东？你说我昨天还是什么东东？对啊。你说今天搞定的那个地方吗？你现在看的那一条是什么东西？影像啊，相机的线。所以他换了一个新的。没有换，是我焊错了。他要先把相机的讯号给控制器，然后控制器还有一个重叠的讯号。是说你昨天焊错，还是说你之前就错？没有啊，之前不是我焊的，是他原本出来的。没坏掉。好，对。